啊 ，A 片。我们好像从小到大就算住在一起，但是从来没有被发现过彼此，甚至是家人也没有发现过我们在看 A 片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发现？就基本上没有讲出来啊，反正没有撞到一起过，没有碰枪过啦。说电视说什么会什么爸妈会突然进门或者什么之类的，但是我们没有碰过这种事，就是我们通常没经过，我们房间都一样，然后都在同一个电脑房，什么就是工作室也完全没有碰过这个问题。所以今天我们想要来挑战看看，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在看 A 片，然后被抓到了，会是什么状况？他们会是什么反应？对，所以等一下就是你会在外面，对，然后叫爷爷进来拿东西，对，然后你就在书桌前，然后看一些奇怪的影片这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看 A 片，演出比啦，这边的。你叫伊家己吹啦，叫我啦，你个大电有啦，我遮无啦，无下度啦，你叫伊家己吹啦。完全不知道怎么做。你叫眼睛吗？叫眼睛吗？你看这样，对，你看这样。你拄仔入来，看到我咧看 A 片，你啥物感觉？我较早都有摕租的片来看。哈哈，这非常厉害。你刚刚这个好看？这我唔爱看，这。这样啦，这样来啊。这样。阿妈，我问你，那是你哪里？你得你来看的，我来看 A 片，你来啦。无感觉啦。爱学啊。会解救我解救吼，啊！我想到讲无查某袂使，安尼就无正经啊。正常看是会使，讲袂当安尼。讲查甫拢会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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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